拳了，你看 ，over 了 ，over 就好了，哦 ，over over。内野手那么卷啊？外野的内野，外野啊，讲错，他外野手那么卷。他就是赌你穿越安打没？不准啊，因为有打到球都不准。有的打到球是头打到之后的弧度，然后球全垒。刚刚那个球没不可能那么快啊，打到球。那个全垒打，他们球有时候都一百迈。我知道100，打出去还有110，打出去的输速100迈以上。